好，那各位呢，您的画面我就借用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样让自己变成书法名家吧。他会给你一开始进来就给你两个视窗，你要用 A 或用 B 都没关系，好，都可以。好，哎，请问今年你要用什么字代表？最近几年不是都这样吗？选一个字代表今年，还选一个字代表明年。哎，我们这个月不是又要许愿了吗？啊，这个月晚就要再许愿了。还是你要先结算一下今年的，到底哪些愿望有实现，哪些没实现？好，所以你要写哪个字？好吧，愿望的愿好了啦。哎，我没有用那个，用那个笔哦，我用华叔写的哦。啊？我这里没有笔啊，我用华叔写啊，你也可以写嘛，对不对？啊，这样你敢拿出去给人家吗？自己贴在厕所心脏就好，而且要贴在背面哦，不能贴在进去那个。所以，请你先来选一个字形，看你要变哪一个名家，好吗？啊，你要哪一个？哎，这里面有哪些那个书法家您认识的？王羲之、苏轼、黄庭坚、徽宗，徽宗叫瘦金体嘛，对不对？啊，八大山人刘墉啊，这些应该都有听过。好，啊，还有。其他没听过，反正你要试就试看看。请问你要哪一种的？不小心选到一个的。你如果你要行书，有没有就变行书的？好，那你要写草一点，你就把它有没有？好，然后我想要让它那个笔迈比较清楚一点，然后笔不要太轻了哈，我让它宽度宽一点。知道什么叫连绵吗？嗯，用台语就好讲的，会牵丝啊，我把头吹乱会牵丝啊，我的囡仔，安 尼知道意思了哈。所以，如果你要有点连绵的感觉，有没有连在一起？好啊，如果抑扬顿挫这个我就不用讲嘛。但是什么叫飞摆？用台语嘛就好理解啊，会笔切啊。哦，你没有看过书法大师？一笔落去，啊，然后墨水不太够，就 像扫把一样啊，不是吗？哎，所以飞白就叫笔切嘛，这样有没有？哦，那如果你想要看使用前、使用后，电视不是都有那一种吗？变换显示啊，不是这个显示原始的，原来是写安尼呢，结果怎么变安尼？这样你有没有？这一个字形没有人有，只有你家有而已。这样有没有可以接受的？可以吼，好了之后怎么办？要拿出来嘛。哎，这个你可以存成原始档哦。如果这边的储存有没有，你把它另存起来，那原始档打开，下次还可以再做变化。好，那我们现在这样拿出去，是不是有个汇出、输出？我们就来看一下，如果你要输出的话，按一下，重点是什么？格式。一样，我放到这边。请问各位，这里。分成两个区块，上面是点阵，下面是向量，有没有？所以如果你要点阵的，直接用这个。不过呢，这个点阵它是没有去背的哦，你就输出的时候，除了字以外，那个白色也会出去。但是没关系啦，我们影像处理很轻松就可以处理掉了。好，那如果说你想要怎么样，放比较大的，这两个是不是就是向量的？一样啊，就拿去那边给它穿烫过滤一下。这就可以拿出来，你要比较大、比较小就 OK 了。好，所以假设你要这一种的，我先拿这个 SVG 的给你看，我两个都存好了哦。好，然后呢，我再存一个 PNG 的给你看一下，就是没有输出，就是没有去背的。其实你知道吗？事实上，我们这些都。跟设计系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要的就是那些原理嘛，影像处理的原理有没有？我们好像这样绕来绕去的，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怎么绕都是在那几个格式里面，只因为不是同一家公司，所以就必须要用所谓的共通格式，我们就这样共通格式绕来绕去这样子而已。哦，好，那我弄好了，如果你是在这里的，我们一样从这里打开，PNG 的，这是 PNG 的，然后这个。也没有找到了，所以用这种
这样佑嘉，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找这个了吧？因为那穿穿过滤比较方便。好，我就把它变 PNG 出来。哎，哦，这个已经有了，好，来这里，这样子存档。好，有没有都一样的概念？好，就存出去，这样我就不用做所谓的去背。那如果你不小心，就是要拿来这边，它是点阵图。哎，我们顺便看一下右手边哈，这张图就不是它的图库了，对不对？是不是来自外面？ PhotoCap 里面你要来自外面，你不要直接从下面直接拉上来，这样它会把这个关掉。我们要找右手边这里，这个有没有？这个好，我点一下给你看，有没有照片物件？这样就等于说我从外面再把那一张图加进来的意思哈。好，哎，这个啊，这个是去背好，这个是没有去背的，有没有进来？这个、就没去背的，啊，没去背的也可以做一些事情啊。经过这里，还是可以透过混色模式相乘。不小心好像也去背了，你有没有发现一样的道理？所以都可以做，就是这些东西还是回归到什么影像处理软体的概念，只是我刚用的这种方法就是一般我们在标准影像处理面做的这种功能，叫做混合模式或叫混色模式。平常我们正常的话就是井水不犯河水，每个图层是不是都独立的，但是混色模式呢，它就会上一层的颜色跟下一层的颜色互相透过不同的换算方式，把它换算出不一样的颜色出来，好像我们那个水彩笔有没有，这个颜色加那个颜色变什么颜色一样，只是呢用相乘，它会把我们的白色就拿掉了，所以两个合在一起之后白色就会自动去掉，看起来就像去背的效果。啊，如果这样子你还不满意的，你就只好拿我们上个礼拜有提过的 Office 2010或20以后 PowerPoint 跟什么 Word 也有什么移除背景的功能，好像它叫背景移除吧，有没有？有的人有用过吗？上礼拜如果你没来的，这个我就不示范了，因为没有的自行回去看影片，我都有公开。这样了解好，所以给你玩玩看好不好，试试看看看你要变什么大师啊，自己变吧。